我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明明在一起，却觉得好像距离非常远。你看起来很累啊，觉得很没意思吧？你是不是有点太勉强了？不玩游乐设施，还跟到游乐园来，也太无聊了吧？无所谓，只要诗雅开心，那就好。真的只要这样吗？可诗雅高兴，好像并不是因为跟你在一起。明明就不适合跟诗雅在一起，是不是太自私了点儿？不过你要坚持，我也无所谓了。只是蛮好奇，为什么您一直戴着手套？上次碰你手的时候也很不高兴，是不是有什么洁癖之类的病啊？这件事情不用你管，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好吗？没关系就是有关系。那你跟诗雅什么都没做过喽？据我所知，诗雅很喜欢肢体接触。你到底能为他做什么？我倒是能给诗雅很多，游乐设施，肢体接触都可以。都可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要一副那么可怕的表情，我现在还什么都不会对你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眼睛看到的并不是全部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所以能享受就好好享受吧。你一个人，诗雅呢？你刚没看到他吗？他朝那个方向走了。他说，他想跟他男朋友待一会儿。志浩，在这儿干嘛？我在等你啊。可以的话，我想去散个步。去个幽静的地方。哪里？走啦。做的好像啊。这里就是太过僻静了一点。鬼屋不是游乐设施，没事吧？你怕这些东西吗？怕倒是不怕，只是在陌生的空间里，有种说不出的不安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保护啊。要我说，你干脆直接跟他表白好了。表白？表什么白？谁向谁表白？我说的是你啊，你到底要逃避到什么时候？我希望你能坦诚一点。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不坦诚了？我最坦诚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是 Holiday 组合的辛巴和石化吗？今天真对不起啊，你不喜欢这里却为了我来，我也没照顾好你。我这个人本来就有点迟钝，让你觉得你是孤单一人。但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游乐园了，所以不知不觉就有些心动。所以我们牵手吧。可是你没戴手套真的没关系吗？
我们终于可以牵手了。无法拥抱的恋人啊，诗雅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很对不起。我多么想像正常人一样，和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事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是拉着手。我真的太自私了。就算自私，我也想和你在一起。魔鬼的心偷进了光。